好漂亮的梅花呢，连花盆都那么特别。哎，但这里有好多石头呢，拿一个来看看。这块石头怎么好像有一个秘密藏在里头呢？KPM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丽婷，欢迎收看 GDIT TV。那刚才我走到这个花盆里头，拿到的一块石头啊，有一个小秘密，不知道是什么呀？但是要揭开这个秘密，只有一个人能够解答，能够做到。他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看老师的简历。欢迎雪州八声家谱的英华小学老师张小燕老师，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丽婷你好，是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家谱的英华小学老师张小燕，你也可以叫我小燕。小燕老师，哎，小燕老师，我有事情要请教你。我捡到这颗石头啊，这个石头上面有一个神秘的，不知道是什么秘密，老师能解开吗？啊，对了，这个石头呢？就代表着以前我们的文字呢是这样子的图形的 ，OK， 这样子的图形呢我们也叫做象形文字，这种就是最古老的文字，就是以前的人用的这个文字。那跟我们现在的文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啊，现在我们用的呢，我们已经不用这样子的文字了，我们已经进化成汉字了。所以汉字呢有好多好多种的汉字呢，你知道有多少个吗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讲话哈，每天都在写，可是从来没有去算过到底汉字有多少个字耶，老师。对的，其实汉字呢，如果准确是没有一个数目的，大约呢就大概有10万左右。但是我们平时用的呢没这么多，大概只有几千个而已。是，那就没那么辛苦啊，不用都记哈。可是老师啊，这个文字很多人都说中文字汉字很难学耶。汉字呢，有些人是说很难学，但是如果我们学会基本的，我们掌握过后呢，其实一点都不难的。而且呢，我们文字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哦，我们的生活是没有文字是不行的哦。可是老师啊，我们不能只有语言吗？你看，我们也是每天在聊天啊，就好像我们在说话，对吗？对呀，很方便啊，不一定要文字吧？其实我们需不需要文字呢？我觉得，丽婷老师给你看一个影片好吗？在这个影片呢，有两个部分，你看一下，你就知道文字为什么这么重要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好吗？文字的重要性。影片一，仔细观看接下来的影片。张老师喜欢吃炒饭加鸡蛋，蔬菜水果沙拉，布丁和蛋糕，全记得了吗？张老师喜欢吃鸡蛋，炒饭，蔬菜水果，布丁蛋糕。张老师喜欢吃炒饭、鸡蛋、布丁蛋糕。张老师喜欢吃鸡蛋蛋糕。影片二，张老师喜欢吃炒饭加鸡蛋，蔬菜水果沙拉，布丁和蛋糕。你有看到文字的重要性了吗？哇，这两个影片啊，看起来真的是太有趣了。老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构思啊，去做这种影片？对了，丽婷，你讲得非常好。为什么老师要做这个影片呢？因为老师希望呢，通过这个影片可以表达出文字的重要性。这样子，丽婷，刚才你看刚才的影片，第一个影片你有观察到什么东西呢？
第一个影片我观察到张老师很爱吃，他说了很多食物的名称哈。那现在我回想起来，坦白说可能也不太记得老师到底具体喜欢什么食物，好像隐约有什么饭啊，有什么蛋啊之类的。结果到最后好像同学在传话的当儿出现了不一样的版本。对对对对，丽婷你说的真对，就是呢我们如果我们只是通过绘画的方式，就是讲话的方式呢，其实一个传一个的时候呢，老师原本喜欢吃炒饭加鸡蛋、蔬菜、水果、沙拉、布丁、蛋糕，结果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变成鸡饭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只是通过说话的方式，那么就会有加有减啊，要表达的东西可能也不一样了。但是在第二个影片的时候，丽婷有发现吗？第二个影片好厉害，就像点菜一样哈。那同学就把老师喜欢的食物全都写了下来，一字不漏的。所以在传达的那个过程中，好像可以一代传一代，每一次都很准确。对，这个就是文字的重要性。文字呢，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准确的传递我们要传递的消息。就好像老祖宗有智慧，要给我们一代传一代，就不会漏掉了。所以文字真的非常重要。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现在的文字呢？OK， 现在呢，我们汉字呢，我们现在通用的文字，我们都叫汉字。汉字如果你发现呢，是一笔一画这样子写出来的，所以一笔一画呢，它是一个方块，这样也叫方块字。虽然刚才老师说哈，文字有6000多个，好几千个，好多呀。但是呢，老师希望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们不要害怕，我们就好像一个海绵一样，尽量的吸收好多的文字，给我们越来越聪明。当我们会更多的文字，就代表你长大了。你越来越聪明了，啊，老师好可爱啊！哈，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哈，稍回来呢再请可爱的小燕老师给我们讲解这个文字的魅力，不要走开。你知道吗？文字代表人类越来越进步，文字能让我们沟通、传递消息。传承文化。DDTV KPM， 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来聊文字的魅力哈。我们继续有雪州八声英华小学的张小燕老师。小燕老师，到底我们的华文字文字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东西呢？因为它好像很多笔画。丽婷，不用担心，其实呢，华文字是很容易的，只要呢，我们把它一个一个找出来啊，其实很容易的。现在呢，让老师教丽婷简单的，就是从图画变成一个文字的过程是怎样的，好吗？好，老师放马过来吧。好吧，来吧。OK。今天呢，老师要教的是象形文字。象形文字呢，怎样变成汉字呢？啊，老师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一个图卡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个图卡是什么呢？这很像太阳哎。对，太阳呢，华文字我们也叫日。OK， 这是。是日，不是阳啊，不是阳，我们读日。OK， 日呢？现在老师写一下，我们怎样从这个图形变成一个文字，所以这个呢就叫做象形文字。是，给老师弄啊，是不是一个圆圈这样子的，对吗？对对，是好像圆圈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些地方深，有些地方浅，大概就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象形文字。啊，再从简化的过程，对对对对，再从这一个文字呢，我们就变成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汉字。OK， 老师大概描给大家看一下汉字是怎么形成的。啊，它就变成从这样子的图形呢，圆圈的啊，一横的啊，就变成竖、横折、横横一个日，啊，就变成日了。这个就是汉字。啊，这个就是象形图字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对，这个呢，我们就读日，日，日，代表太阳。对，我们稍微有一点翘舌，讲日，日。啊，对了，日。再来第二个，哎，我们有了日，太阳下山了过后就出现什么了呢？月亮。对，月亮。OK， 这个月亮呢？是在晚上才出现的，是啊，所以你看老师背景就涂蓝，但是有一点黑黑的。OK，
这个月呢，哦，老师放这样子哈。弯弯的月亮啊，弯弯的月亮 ，OK， 连月哈，我们这样子把弯弯的月亮啊，稍微有点这样子的感觉，因为也是有明有暗，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就从这样子的象形文字呢，变成今天的汉字，撇、横、折、勾、横、横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汉字月。是，它跟日不太一样，是因为它是有一点弯弯的，对，因为我们很少会满月，对不对？对，常常看到就是有一点半弯的。对，所以你看日它的形状是这样子的，月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，从这样子变化成这样的图形，再变成这样子的月。OK， 再来，哎，这个好可爱呀！哎，一二三，这样子的形状的山。小学的时候画画总是会画山。对，这样子的，所以呢，象形图示也是一样哦，一座山，两座山，三座山连在一起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字呢，象形图字过后呢，就演变成我们今天的汉字，也就是这一个啦，竖，竖折，啊，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子的，其实是很像的，中间两个小山。中间的高高的山，两个小山，这个山 ，OK， 再来这一个，好好明显哦，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农夫以前去耕田，耕种的田，对，你看这一个田哈，怎么样变呢？它是这样子的嘛，啊，我们就画一个框框哦，然后中间，啊，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图形，再来。就变成我们今天的汉字了，但是汉字不能像我们刚才这样子画一个格子这样子哦，我们是有一笔一画的，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横，这样了。哇哦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就可以让大家都用同一个文字去描述一件事情，很固定，而且又比较简单，不用画很多笔画。对对，可能我画的跟丽婷你画的，等一下不一样。是是 是, 是，所以如果文字呢一笔一画都是有一个指定的那一个笔画的时候呢，是很准确的。好，好 ，OK， 现在丽婷你跟老师读一次好吗？好，来，给、okay, 我们看这个图案呢，日，日，月，月，山，山，还有最后的。甜甜啊，对了，现在呢，丽婷大概已经认识了这一个图案，还有这个文字。好的，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好吗？好的，老师。丽婷，你来前面一点，你看你前面那一部分呢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盒子，这个盒子呢，其实是小球的家。哦，来来来，啊，小球要回家。你看桌面上呢，我有看到有小球。现在呢，老师要丽婷呢。做几个动作。第一呢，就把这个球啊，先不要动啊，把这个球从那个洞口那边下去，它经过那个障碍物，它会回家的。好，我试试看哈，轻轻的让小球找到它的家。哎 ，OK 啊，请问那个家是什么颜色呢？家是红色的。啊，可以不可以请丽婷在桌面上找出红色的信封呢 ？OK， 好，我把信封拿来。哎，信封里面难道有老师给我的情信？好的，我看到了，要让老师看。好，就是这一张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太阳日日。对，哎，来，我们请丽婷给我那一张日。哦，你拿给我吧，哪个是日呢？这边吗？啊，对，这边也有小小张的可爱的日。对，哪个日？给老师。OK， 好的，这个日是哪个呢？丽婷说停哦。第一个停吗？对，停哦，我就停哦。OK， 日。OK， 再来第二粒球，再来第二颗球，哎呀，第二粒球，来一二一二一二，哎，什么颜色的物质呢？是黄色啊，它的家是黄色的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请丽婷拿出那个信封。OK， 黄色的信封，我看一下有什么啊。这个是漂亮的月亮，好浪漫，交给老师。好的，这个月是在哪儿呢？月在日的下面。对了，就在这里了，对吗？是的。来，再来第三个。第三个，哎呀，希望可以选到一个幸运色。什么颜色？
老师，这个是蓝色。蓝色，这样子丽婷，你去拿一下蓝色的信封吗？哇，所有的蓝色我都要收回家。对对，漂亮。他已经回家了，我们就不要哪个颜色了。蓝色呀，看一下哈，蓝色的信封是山。山，来，丽婷交给我吧。Okay, 给老师。好的，丽婷，你讲停哦。山在这里吗？山，来，我给老师一个可以粘在那卡片的第三个山，这个吗？对，不是吗？老师故意考我，我认得出是第三个山。第三个，对对， okay, 再来呀、啊，最后一个了，看会走去哪里呢？哦，紫色，对哈，紫色的信封，紫色的家，来，就是最后一张了呀，看一下会不会有重复呢？哎，没有，这个是跟这个一样，给老师。来来吧，这个是什么呢、okay. 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甜甜哦，甜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这个好的，是 OK。 好，那我再把一个月亮，再把一个月亮剪给老师好了，受不了。OK， 好吧。这样月在哪儿呢？月在第二个日的下方，这个吗？对 ，OK。这样子我们看一下，丽婷做的对不对哦 ？OK， 来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日，对呀、啊，再来这个月也对哦，还有山，跟最后，好棒哦！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这里呢暂时先休息一下，稍回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老师还有什么游戏要跟大家分享，不要走开。你知道吗？其他起源于图形的汉字还有火、水、木等等。DDTVKPM。那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象形文字怎么样演变成我们使用的汉字，或者更多人说的华文字。我们继续请小燕老师通过游戏来跟大家讲解一下。小燕老师，嗨，大家好。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就接下去我们的学习文字了。我先跟丽婷玩一个小游戏哦。这个游戏呢对了，闭上你的双眼。然后呢老师要你猜一下哦，转过来，一二三，看，请问这个字是什么字？我已经把一个笔画藏起来了。这个字看着很眼熟，可是想要猜，它有两个字长得很像。对，这个我们今天已经是学，我们这个我相信你想一下是怎么样的？它是直直的哦。本来我想猜月亮的月，可是我看到它那么直，而且应该是比较像日。我们来揭开了，噔噔，是日 ，OK， 日，日，这是日。现在呢，我们请丽婷，你转过去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找一找文字，在这个图画里面呢，可以不可以找出日的图案在哪里？马上就看到了，日就在这里了，因为日是太阳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丽婷做的对不对？来，反过来，我们一、二、三，噔噔。有一样吗？有 ，OK， 一样哦。老师把它贴在这里哦，代表着丽婷完成了这一个图案，就是日，日，日。OK， 第二个哦。好，那我关眼睛。闭上眼睛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我又藏了一个笔画了。哦，这个好容易猜啊，因为那个形跑不掉。这个是农夫耕田的田。对了，来，老师把它打开。对了，老师藏了树在这里了。OK， 这是田，田。来，我们请丽婷，你找一下那一边。这个田呢？这个田是在哪儿吗？就像常去试耕砖玩的时候，就是这片田啦，田地这一片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丽婷，对不对呀？一二三，转过来。有一样吗？田，对了，来给镜头看一下哈，
就是甜啦，我对了。老师的呢？老师的也对了。耶、来，我把它移过来哦，就证明对了哦，这是甜。哇，好大一片甜呐、对呀、丰收啊。这样子我们才有足够的稻米，我们有足够的米饭吃啊。是再来老师的鸡饭，炒饭加鸡蛋。OK， 来一、二，我知道。扇，扇。哎，我讲扇呐、不是扇呐、对了，是就是扇呐、对了，哎，这个扇你找一下，看得到吗？好，扇容易了，因为呢，这里有一座大山，我把它拆起来。各位小朋友，就是这座大山了，到底对不对呢？我一、二、三，噔噔，有对吗？是，哎，对了，哎呀，我们都猜对了。OK， 好，山，绿葱葱，绿油油，对，好漂亮的山啊。日天再来最后一个了，闭上眼睛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这简单啦，因为它很弯嘛，它是月亮。对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月？一、二、三。呀，对了，它就是月。我们请丽婷，你看一下，哎，那一个图案里面月在哪儿呢？弯弯的月亮在我的右边。对了，我们一起转过来看，对不对啊？一、二、三，擦啦，有对吗？来 match 一下，哎呀，来对一下，果然配对成功，耶！都答对对吗？老师，我厉害吗？你棒啊，你真棒，谢谢老师，丽婷真棒啊，好可爱哦，给我们再看一次哦，日。田田，山山，还有月月，哎，都对了。哎，接下来呢，老师想再给丽婷玩一个游戏。丽婷，你看一下桌上呢，有这一面像扇子吧？扇子的，对，扇子呢有支架哦，支架上面呢，老师已经放好了每个的图案了，有四个图案。现在呢，老师只是想要告诉丽婷是哪个，然后呢，我老师只是读出来，然后丽婷呢，你就在桌子上找出那个字，然后呢就放上去，然后配对一下。好，好，给第一个老师要甜，甜呢、来，你找一下那个字，哪个是甜？哦，我刚才已经学过了，甜。这个给老师看一下，甜是对吗？对吗？哦，对了，是甜。文字对了，文字对了。现在我们配对一下“甜”的这个字跟它的图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。翻一下，噔噔，就是这一组“甜”图画是这个。老师对吗？啊，对了。OK， 接下来第二个字，老师要的是山。山啊，山通常是一座叠着一座哈。一、二、山这样子的山。文字方面我知道，简化成这样了，一座叠着一座的山，对了，是对吗？对了，这个就是山。现在呢，我们请丽婷来，我们移一移那个扇子的支架，找一下山的那个图画在哪儿呢？山在哪儿呢？哒啦啦啦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高山在哪儿呢？这是我的山，我家后面有一座山。对了，山。再来，老师要是就是这座山。对，晚上出来的。晚上出来的是月亮哈，啊，我要找月亮。月在哪儿呢？那个月的文字，给老师看一下，就是弯弯的月亮，还没有满月，所以老师这个月字对吗？对了，这个月对了。月字，对了哈。OK， 现在我们找一下它的图案呢。文字对了，我找图案哈，图案在这里，弯弯的月亮，配文字和图案，老师对吗？对了，真棒呢。Yes. 接下来就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是怎么读呢？日，对，噔噔噔噔 ，OK， 哎，直接配对成功了啦。对，这样子，老师先问一下，哎，丽婷，你看一下日和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看看好像有点接近，但是你会看到会不一样吗？你看日还有月，日和月有什么不一样？文字上的不一样，除了刚才讲的这个，老师。我来给老师看一下哈，这个弯弯除了弯弯不一样之外，老师我发现呢，
它里头两画，但是日只有一横，对，日里头有两横，对对，而且我这个是一横，那个是两横，所以你要看哦，日跟月虽然相似，但是呢，文字方面呢，如果你仔细看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好可爱哦，不一样的哦，哎，所以老师其实啊，它是从图画，然后有细微的差别，然后再把它画成文字，对，给它固定化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呢，文字是真的非常重要，因为呢，文字，你看今天我写的文字，虽然我换了不一样的纸张，但是我的文字还是一样，就是这样竖、横、折、横、横一样的，都是大家都一样的。等一下，丽婷写的、老师写的、小朋友们写的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有一个规范的一样的东西，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传递消息，也不容易造成误会啊，这样子咯。哦，所以总结来说，老师是认为文字不只是我们沟通、绘画、聊天，它还可以传递信息。对，还可以传承文化，对吗，老师？对对，所以呢，文字在传承文化方面呢，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哦。我们社会越来越进步，哎，你发现到文字也越来越多。OK，所以呢，经过今天的这一个课堂呢，哦，老师发现丽婷很棒哦。谢谢老师。因为呢，您老师想请问一下，丽婷，你还记得老师教的那几个字，你还记得吗？盖着，不要看。盖着不要看哈，我可以回想刚刚那幅图画，里头有山，有太阳，太阳叫什么呢？太阳就叫做日，日 OK。到了晚上有月亮就叫做月，嗯。然后山很漂亮，青青色的叫山，嗯。还有农夫的耕田，田地叫田，所以我学了四个字。对了，所以呢，经过刚才的整个教学活动呢，老师看到丽婷其实可以配对成功了，把生字还有图画都可以配对成功，证明丽婷今天真的掌握了我们今天所要学的东西啦。非常感谢张小燕老师，哇，老师生动有趣的这个分享哈，让我可以很就是怎么感受到文字的魅力，而且呢，不再觉得要学华文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。这样的一个学前班，大家喜欢吗？希望大家多多收看我们的 滴滴TV， 我们下一回再见哦。谢谢小燕老师，谢谢丽婷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来看看我们在学校学了多少字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走，一起看看吧。这是梦。梦，眼睛就是梦。月亮圆又圆。点。梦，这是木门。狗。我用口吃东西，好吃。日，火，这是火，我们不可以玩火。这是人，我是人。水，我喜欢喝水。山，这就是山。我家后面有山。我们学会了好多字了。